下的还挺大的，那就来画一张温暖的画。 今天让小姑娘荡个秋千吧。 没提前做配色，就是这个结果，先甜后苦，还是先苦后甜。 昨天相机没电，我画到了这儿，今天继续。 Masking Tape 留白胶升级版的，不用给它擦掉，就可以往上接着画。
生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，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。我站起来要走，他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着穿着麻线的大针，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，像一个小筐似的，用一根小竹棍挑着，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烛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。”选自冰心奶奶的小橘灯，希望你喜欢，下次见。